我现在呢，突然想录一支 vlog， 因为我马上就要回国了。就算是记录一下在美国最后这几天的生活吧。现在呢是12月9号的下午1:30大概，然后我的飞机是明天早上7点钟起飞，从我们村飞到洛杉矶，然后在洛杉矶做一些检测呀，然后再转一转之后呢，大概是13号的晚上10点多从洛杉矶飞厦门，所以15号就应该回国啦。那我现在的状态呢，就是非常的又焦虑又兴奋吧，但是焦虑会大于兴奋，因为想要回国，毕竟我已经1年半没有回家了，所以还是挺兴奋，但是也是因为想要坐飞机啊，然后要检测呀，就是各种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吧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是焦虑和不安大于兴奋。那我今天早上刚刚把我们的 final paper 写完了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等会要上两节课，上完两节课之后，就算整个学期的课程结束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作业，然后我可能会在国内隔离期间会写一些作业，因为我是明天早上7点钟的飞机，就是7点钟就要起飞，所以我可能明天一早的凌晨大概5:30吧，就从我们家出发，然后去村里的机场，所以我觉得我晚上可能还有时间收拾房间，因为我现在的房间完完全全就是没有收拾的，就是我平常住是什么样子，然后现在还是什么样，就完全没有打包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尽快收拾好我的行李，就还好我的东西不是特别多，就我的衣服什么的不是特别多，所以我希望晚上能够把它给整理完，然后。Friend who graduated with her PhD, so she said, but Dr. Young, I really need pictures, there's no ceremony. So she and I dressed up this morning with regalia and everything and took pictures on campus. 我现在刚刚下课，然后要走路去我同学家给他送课本，还有他的派立得。跟你二姨说拜拜，二姨回国一切顺利。2000 years later. What is so mine?我们的晚餐点了一份外卖，是什么米线？这是什么？然后我们两个还没有坐的地方，就只有一个凳子，然后小贾同学坐在了桌子上。感觉还不错。
我们刚刚已经核酸检测完了，就是做的鼻拭子还有就是指尖的一个抗体测试，然后现在我们准备出发去星光大道。嗨司机，嗨司机，司机忙着呢。我本来想去找那个好莱坞的标志在山上，结果找了一圈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秃山，啥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找了个寂寞。对，找了个寂寞。经过我们的努力找寻还有登山，终于在这里。救赎山在美国跟加拿大，不，美国跟加拿大边境，美国跟墨西哥边境的地方。然后现在是早上的7:10左右，现在小贾开始加油了，我们就准备出发了。Little darling, it's been a long, cold, lonely winter. Little darling, it seems like years.Since it's been here, here comes the sun. Here comes the sun, and I say, it's all right. It's all right. Little darling, the smiles return into the faces. Little darling, it seems like.我们现在到救赎山了，这是一片大沙漠，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标志性建筑，这是很多很多年之前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大概用了30年的时间吧建成的。 Since it's been hereHere comes the sun. Here comes the sun, and I say, it's all right, it's all right. Sun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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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e it comes.13号，我们是今天晚上10:55的飞机从洛杉矶到厦门。今天白天没有任何安排，因为我们两个在赶地，我们俩在写作业。在今天的中午十二点之前呢，我们是在 Airbnb 里写的作业。然后那个房东差10分钟12点给我们两个断网，所以我们两个就被迫出来了。出来之后就现在停在了一个沃尔玛的停车场里，然后再写作业。对，现在就这么一个现状。大概过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两个就去机场还车，然后就准备 check in 登机了。所以我们就国内见吧。
gulch river that flows in a valley where no one goes, where the wild waters rush, rumbles deep in the hush. Though far from there now. 我们现在已经在洛杉矶机场安检完，准备登机。我们在候机当中，之后登机口的人特别多，楼下的这些人也特别多，我们就来到了楼上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。我跟小贾现在正在写作业，对，我们的 due 还没有写完，太惨了，我们都没有桌子，就坐在地上这样写。快来看小贾，嗨 ，Hello， 现在不大写，没错，我也在写作业。好吧，我们等会儿登机见。下飞机之后的第五个小时，我终于住进了隔离酒店。这里是他的卫生间，然后呢，他们准备了一些就各种清洁用品吧，就是垃圾袋，还有各种洗发水啊、护发素、牙膏什么的，还有香皂。这是什么？哦，是牙刷，还有抽纸、卫生纸之类的。感觉这里还是挺干净的。我将要在这里度过14天的隔离生活。他还非常贴心的准备了一桶一箱水。这个标间吧，它有两张单人床。还有电视、写字台，我特别喜欢这里的阳台，但是可能是因为我是在隔离期间吧，就是其实是本来可以从这个门这样出去的，但是现在他是说此门为关闭状态，不让出去。有没有请我吃过牛肉、羊肉、火腿、香肠、过鸡、鸭、鹅、螃蟹、龙虾、鲍鱼、鱼翅、熊掌？有没有请我吃过烧烤、火锅和麻辣烫，或者馄饨？你要好好想想，有没有请我吃过鸭头、鸭脖、鸡翅、鹅掌，或者松鼠、鲑鱼、糖醋里脊、干锅、肥肠？有没有请我吃过？有没有一种女明星的感觉？你要不说话会更好。这是个什么？离职角度？你看，用那个自拍，真有自拍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时刻准备的。我已经开始录了。我们现在要去 Santa Monica， 不，我们已经到 Santa Monica， 然后要去它的海滩。应该说什么台词？